雄壮，雄壮，雄壮，威武，威武，严肃，严肃，刚直，刚直。我们到了陆军专校的体能检测中心。我们今天要来找最强军人。说到这个，我觉得你今天穿的蛮好看的哦。这个是我们国军最新式的。你帽子拿掉，你看一下我们三个谁最像国军。你不管穿什么都像人家。看起来我还是觉得药师对他的身材也像，就是没有特别的壮，头发短短的，这才是公司对不对？讲到以前当兵的时候，你是当几年？我当一年十个月，一年十二天，快一年。大家就看出一个资讯了，你最老。听到什么三四个月的，你是不是很不平衡？当然，你不知道那个日子有多难过，比较多天而已。没有，你是要剩最后一百天的时候，那个是你们那个时候，现在不一样了。听说健测变得不少。哦，这就是今天的重点。我以前健测是什么？跑步嘛，3000公尺，引体向上，丢手榴弹。我们那时候有仰卧起坐，有仰卧起坐。我检查一下，第五节没有坏掉吗？有仰卧起坐，摸出来了。来不来？过来！哎，集合，集合，集合 ！Go go go！ 哎呦，哎呦，向右看齐，向右看齐了。第一路看我，第一路，你新兵啊，还乱动。你知道我几级了吗？我是你的班长。对不起，班长。现在开始实施军歌练习，立正，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二，英雄同团在一班，一、二、一、二，预备，唱。英雄好汉在一班，英雄好汉在一班，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看得出来，这位老学长想起了不好的回忆。今天来健测站，主要目的就是要来健测。那我们健测分为上肢肌群、腹部肌群、心肺耐力测验，请三剑客派代表出来抽签。因拍摄时长考量，以抽签方式择一挑战。抽签之前是不是要讲什么？手中无签，心中有签。撇除掉心肺这个项目，今天要我心肺，我直接指给你们看。好，那我来抽签喽。恭喜！海陆啊，没有了，上肢，我那，耶！看一下你旁边的对手好不好？请问一下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桃园龙潭特战指挥部。哦，龙潭联保场。哦，淡水关渡机指挥部。他们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调过来的，你就知道这个海选人数。另外一排也有海选出来的。哎，今天怎么会来这里？我是被教官拉来的。这可以说这是哪个学校的？我是树人家商代表。哎，你是不是在学校体能表现太好，所以直接被指派？还是消警告？不是消警告。第二位，请问你是来自哪一个学校？庄敬高级。今天怎么会来这边？被选出来。你也是在学校表现特别好，普普通通，但是都赢别人一点点这样。差不多。哦，差不多。虽然很谦虚，但是你呛很多人呢。那我们第三位，三重三公。哦，今天怎么来这边？三公推荐。也是在学校体能表现特别好，田径队。波波药师，我们抽到上肢田径的优势有吗？不一定，看他是什么专区啊。哦，中长距离。哇，可惜今天没有抽到心肺。啊，走着走着就来到一个泳池，太大了吧？这里有回音哎，雄壮，威武，再喊下去没完没了。哎，让我们请到云平教官来这边请。哎，想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为什么有这么大？这看起来有50米的泳池。而且这也太漂亮了吧！这还有草皮区哎。这边是我们的陆专监测站，后面是2米深的泳池。那我们800游斗会在这边施测。国军有这一部分。心肺耐力测验有。想问一下教官，上肢有哪些项目？上肢肌群有分壶铃挺举、单杠，然后女生是曲臂悬垂，然后还有伏地挺身。这三个项目你会选哪个项目？当然就是壶铃挺举，因为它最轻松。这个标准大概要多少？壶铃挺举，男生我们是按照年龄层，有青年期、壮年期、中。你看我壶铃平举30下就及格，你看他单杠找两下，你在健身房待几年了？十几年了。多少人拉得起引体？馆长都拉不起来了。我们请你不要再逼了，不要一直挖洞好不好？大部分人选上肢会选男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选壶铃平举。最多选壶铃平举，大部分的人都选。只有伏地挺身会是机台测验，那其余都是人工测验。对，我们有健测官。那代表筛前就解决了。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想问一下教官，怎么样分辨正确跟错误的动作？第一个，先用深蹲的方式将壶铃提起。好，那我会说开始，你就可以开始操作。好。
那个大臂要与肩同高。哦，这样不行，这样就好。对，这样下来的时候双手打直。下放的时候要整个这样打到直。对，这样算一下。对，这样算一下。哎，怎么样？这个项目谁来？老人交给我啦。你的精英队要派出哪一位代表？就我派。你来吗？是。你很强。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他有多强，他是从几千几万人里面挑出来的那一个，那一个男人手下留情。不不，我跟你说，通常用两只手握手的，要不要断水流大师兄？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学生精英队，派出哪一位？这位来自三重三公，有信心吗？还可以啊，人狠话不多。好，我们第一关有请到我们的监测官，绝对每一下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好，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教官。预备，将壶铃提起，两分钟计时开始。一下，二，然后手要打直哦。下放的时候手要打直。三、四、五、六、七、八、二、四、二、五。九，手臂要打直哦。加油！十二、十三、十五。现在时间过了一分钟，九三，我配速啊，六四，直接休息没关系的，六八，六六，九七，六九，我操，七五，七六，七六，七，很强，一分三十秒，七九，哇一百下，十，哇你的耐力，八四，你的耐力很强哎，七，想八，八八，想八，六，倒数十秒，八五，十秒快点，干嘛？五，手打直，快点！三、二、七、一，停止训练，时间到，一百，九十九，九十九，我不要！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请检测官报成绩：一号测员99下，二号测员90下，三号测员70下，我差一下就100下。一直跟你说手要打直，这是练太壮，所以你看起来是弯的。就是你三头不够壮。一分钟开始，你其实已经酸了。再来就是靠你的意志力。他前面做超快，对，说不行了，我要加快速度。其实这样是不对，要配速。对，你今天做了几下？90，整个充血，直接肿起来。刚在旁边看，我发现你前面配速配得很好，可是你到某个阶段之后，你开始脸部代偿。我跟你说，你脸部控制得很好，我习惯了。我习惯了。90下的男人，谢谢，谢谢今天来参赛。今天做了几下？70。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项目它的困难点在哪里？做到后面有点酸。那你有觉得肩膀不舒服吗？不会。恭喜你做了70下。好，我们第一个检测项目已经检测完毕，那想请教官帮我们讲一下，他们三位在这个项目各自拿了多少分？首先，同学做了70下，检测成绩是88分。学长他做了90下，分数是100分。波波做了99下，分数是100分。恭喜波波啊，他是中年组，他做几下就100，他只要做到48下就100分了。对，所以他多做了51下，赢得大家的掌声。有人目前记录是超越波波的吗？我测验到现在是没有人超越他。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超越吗？因为我们两个没测。那我们就前往第二个项目，伏地挺身。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个健测项目。我在现场已经看到了很多台机器，我是看不太懂这个机器要怎么用。想请问一下教官，这些机器是干嘛的？这个机器就可以测量你姿势有没有正确。伏地挺身是采机器测验，也要监测官，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你下去的时候臀部过低或者是太高，但它一样都会有感应到，那这时候就是犯规了。监测官就是来看你有没有犯规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会哔哔哔哔哔哔哔。感觉药师已经开始累了，因为我看到别人做不会累啊。我们还没有聊到你觉得累。我们这四根柱子它都是感应器。感应的地方有你的肩膀以及你的臀部，臀部不可以过高或过低，呈现肩腰臀垂直线。开始的时候，请按旁边的轻压键，然后倒数，还倒数5秒，5秒开始之后就可以开始测验。开始。好。太多了吧？这样才有。上来的时候会
个女生，那下去的时候也会读一声，所以总共会读两声。有力的考验，对，因为你知道吗？有些实验室你年纪越大越累，他应该有个耳机可以让你戴。太累了，哔哔，太累了，加油啊，加油了，加油，开始累了，累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国军军队要派出哪一位代表？这一关就由我来测验就好。看出来，外套都脱好了，这个胸的弧度就是有备而来的吧？药师怎么说？先帮我拿那个 PR 去喝一下，折扣码 GYU。没有折扣码 BOBO， 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一套。先到，先来后到。学生军队要派出哪一位代表伏地挺身？这肩膀有宽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蔡药师说的？你应该是越南，你还没比你就输了，这不是我想听到的东西。药师，你累了吗？快点快点，那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教官。好，那我们就预备姿势，伏地挺身，检测开始。血管直接爆红哎，累啊，真的拼哎，超级肿的，一定是超没力啊，他超肿，超肿的，这个男人太恐怖了吧，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药师的次数总共是84下，那学长次数63，也明显也是肿胀，大了一个 cup， 很累，真的很累，不能累，帅，来一个，轻松，轻松。不行，63下，对自己这成绩满意吗？不行，你觉得不行哦？姿势没有很标准，很多次数被吃掉，因为你节奏被差在我一下，因为漏掉一两下，你会看一下。哎，我这样做有没有感应到次数？我觉得这个器材就是你要去习惯，就是做久你就会熟悉这个机器。看一下我们的同学，我刚刚看你做了好几下，但是好像没有感应到，可能一开始设定没设定好，很可惜，怎么办？你要 solo 嘞？好。黄金两分钟就交给你，加油！加油！好了吗？好，好，预备，开始。倒数计时：5、4、3、2、1，开始。有了。哦，很快，很快。加油，加油！是的。很强哎，对，稳稳的。一个人这样做好很多，可以听到声音，知道自己有没有做确实。对，传下。对，然后你可以大拇指朝前，然后手肘再夹紧一点。好，再做一下。不够深。屁股抬高。有了。最后一下。Nice！ 活动一下，活动一下。哎，那个队友，鼓励一下好不好？超拼的，超拼，不是加油啊，比完了啦！回去多吃一点那种蛋白质的东西。他这几天就让他休息，腿还可以练。练腿啦！恭喜，完赛。那我们就请教官来帮我们公布这一关的成绩。这位同学他做的次数是36下，合格次数是40下，所以他今天的分数是不合格，是6分。这么硬啊，我们都看到了。
你做了快50下，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了，未来你会更熟悉这个机器。好，我们来看药师的成绩。药师分数是84下，成绩是100分。那100分是几下？62下就满分。他这个成绩有到前10%吗？差不多在前15%。他才15%哦，那国军很强。国军的伏地挺身真的很猛哎。我们来看学长的成绩。学长的成绩是63下，也是100分。也是100分，因为62就100分了。对，刚刚好过一下。聪明哎，我没有控分，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进入最后一个上肢的建设项目，轮到我了。好，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健测项目——引体向上。介绍一下我们的参赛选手。哟，你这样子就赢了。等一下，他很认真，他的眼神想要干掉。不是，他刚哟，我声音这样，他的中气那么足，他有杀气，我不敢看呢。你好，你好。哇，放手，放手。听说你也是从众多人里面海选出来单杠最强的，是没有到万中选一啦，当然，但身边没有人，有在水准之上。不行，这样讲，等一下我输你，我这样不就输很多人吗？听说你是单杠算是数一数二厉害的吧？至少 PR 有90左右，就是次数的 PR 有90下，大概90下。派你出来单杠这个项目怎么样？我就被屌虐份而已啊！不可以每个人都这么谦虚，我们两个一起看一下那位。哎，他杀气很重哎，很像哎。这个刚出来一个月，今天才去接他，对不对？最后一个关卡，想请问一下教官，引体这个项目的标准动作。第一个我会喊预备，那你就上杠。第二个口令是开始，你就可以开始拉，预备，开始。这三个是 OK 的， okay， 是标算标准。标准，那我知道了。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现在唯一能赢我的就是你的声音而已。帅，要感受到我们的杀气了吗？我跟你说了，如果我们两个输他，我们一人给他一拳。6下就好，好，7下。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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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体向上第一位参赛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交，现场交给我们教官。预备。先上杠，1分钟计时开始。没过杠哦，下巴没过杠哦，都不算哦。1下，下来帮我双手打直哦。2下，下巴过杠，要过高，够高哦。过杠，过杠。1下，差一点，差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都不算哦，都没过杠啊，好严格。30秒。监测官好严格。好，暂停。所以休息是可以下来的吗？没有，没有，下来就所以结束了。对，刚看他做好多下呢，因为他下巴都没有过杠，都是刚好平行于杠或低于杠。这么严格哦，算没过的，他可能有做的大概有10下，有应该有超过。哦，那其实很强哎，我们等一下再讲，你先休息一下。学长，学长，不要再躲了吧，快出来了吧。好，第二位参赛者，我们的学长特战来的，对体能要求会特别高。因为我们特战在执行各种战术任务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的全副武装、战斗各装之外，还有将近30公斤的背包，最大肌力、肌耐力以及心肺耐力都十分的要求。我真的是全能型的，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加油，预备，计时1分钟，开始。1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11、12、13、14、15、16、17，30秒，18。19，你不可以过度摆荡哦。20，48秒。看来不只是声音大，实力也是蛮足的。20下，我的天哪！你看胸是软的，很明显，这里边超硬的。你有做超过20下过？曾经有24下，曾经有24下，我曾经70几了。
我准备好了。好，预备，一分钟计时开始。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 8 9 20 21 22 30秒。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 8 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倒数10秒。5 4 3 2 1，时间到。不就是26下吗？对不对？轻松吗？当然轻松啊！我的嘴唇现在应该是白色的吧？好，最后一个项目引体向上已经完成，现在先公布同学的成绩。今天同学拉了4下，没有办法达到合格的标准，他只有55分。那他的标准是几下？5下，所以他差1下。哦，加油！因为你很多5下的，没想到我会赢。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将来你还是要再过来一次。我也会哇！希望他拉了20下，满百100分。说真的，20下我拉不到，他真的很强。不要教官标准是几下？希望他的年纪3下就可以了，满百是12下。12下100分，多了8下，送给国军。国军兄弟，你好吗？那我们公布一下盖伊的成绩。盖伊他今天拉26下，也是满百100分。以测这个项目来讲，26下，你有测过更多的吗？目前是没有。我唔敢相信，我嘛唔敢相信。26下就第一名？啊，因为我没测，对。今天啊，你跟我们拍了一天啊，建测这3个项目啊，你觉得难易度是什么样的？应该蛮简单。对你来说吗？简单的训练的时候是差不多，而且训练更累。但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都蛮强的，像他单杠刚刚其实他也拉了快10下。就讲真的，动作是因为他不习惯那个测验标准，没错。他前面很急，就可能说再高一点，再高一点，然后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狂做，中间好几下都浪费力气，单杠碰到头就已经水平了。但是水平到这一段，下巴要过杠的门槛其实蛮高的。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被选来做这个建测吗？不知道。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的消息，我们现在国军要改成有一年的义务役，因为我记得现在是4个月，以后你们就会变成一年，所以你们就可以来这边体验国军 online。你们对当兵的既定印象跟你们的感觉是什么？之前我看过那个新兵日记，小时候是就有想要从军的梦想。你有从军梦？有没有考虑就是去读军校？那时候想要报考中正校，但是会考成绩没有过去就上不了。哦，是哦。对，因为他们成绩要求也蛮高的。他刚刚说新兵日记，我以为他说报告班长。老了。你知道报告班长吗？有听过。哦，有听过，没看过。老了。欢迎我们今天的教官。想问一下教官，就我们三剑客的这个体能表现得怎么样？这样看一下，实力还蛮坚强的。是真的，那还不错。我在这个建设站里面，其实也待了2年，一年大概有300天都在建设。是，那代表这2年内没有人可以干掉你。国林平举是从去年才开始有的，今年才有成绩的换算，所以大家去年都拉到合格左右就停止了。那你们应该要有个英雄榜，男生就是喜欢榜上有名。好，三位学长经历了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较量，我想问一下，这3个项目真的都是你们个别拿手的吗？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不然你最拿手的？如果要讲成绩的话，其实是跑步会比较好一点。真的、哦？可是你拉20下，引体12下100分，这样子你还不满意？战场的环境是十分严苛的，对各项要求都非常高，就算全部都满百，也不是终点。那你们现在还有那个火防兵吗？还是有火防，餐厅的部分都交给火防去处理，然后你们就去餐厅自己打扮自己吃。对，哦，那你们有洗碗班吗？没有，都没有啊，真假的？为什么以前厨房的那个洗碗巾啊，都弄得很稀，根本就洗不干净？一大罐里面就几滴，那个盘子怎么搓都是油啊？是吗？学长们现在还是这样吗？不会的，怎么可能呢、啊？洗碗。
碗巾比水还多。洗碗巾比水还多，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那睡觉的环境好吗？对，因为你知道以前睡觉就通铺嘛，噩梦。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人会打呼。对，打呼。然后第二个是我有时候半夜想尿尿，然后我去上厕所被学长骂。那时候当兵是上下铺。然后我们又是四个人一张，只要一个人动，你全部都会动，学长就骂了。而且很气的一点是，打呼的人都是最早睡着的。班长晚安，长官晚安，晚安，然后就开始狗20秒，然后睡着开始打呼。他很好奇，就是你们对学弟会很凶吗？不会，不会的，老实呢，真的。那像我们以前义务役啊，薪水是一个月6000块，听说现在好像是有改。以前义务役的话，他每个月的薪资是新台币6110元，然后现在调整为每个月新台币20320元。哇，差这么多！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兵好像3000多块吧。你那个时候的3000是现在的？没有，我那时候的钱只够坐车回家的。调整完薪资也是为了让一年兵可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那他们现在为什么要改成一年呢？那因为国际情势的改变哦，从那个已经打了快2年的俄乌战争，以及去年刚发生的以哈战争，国际情势在剧烈变化。为了满足我们国土防卫作战的需求，并提升我们新兵的训练品质，所以提升为1年起。我知道新兵呢、入伍前会有一点焦虑，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或是心理建设可以跟未来的学弟们讲一下？我是觉得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难免都会紧张，环境陌生，然后可能对干部一些平日常管教会觉得焦虑。我现在那个干部在教育上大多以理性沟通教育来代替责骂，因为毕竟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教而杀谓之虐，形容在道场上我们未先教导人，当人犯错时就严厉指责是不好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未来又不是要当职业军人，我为什么要去服这个兵役？但我这边自己小小其实觉得，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就像你自己的家庭，小偷强盗闯进你家，难不成要奢求别人来保护你家？自己住了这个美丽家园，就该由自己扛起枪来守护。而且我觉得军中可以学习纪律、规矩、礼貌，在生活中其实蛮重要的。像你们看到健身房一些没规矩的人，应该会特别反感。你不做会变黑了。对，是不是？这明明就是不应该出现的行为、就觉得这种行为在军中，对，马上被电报。军中就是有一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把房间打扫干净啊，然后学会待人处事啊，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蛮重要的。今天就非常感谢我们国军精英各位学长跟我们三剑客来一场精彩的较量，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军中的一些事情。其实来到这个现场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就刚才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也是军中，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大学。它那个草坪漂亮，很美，我以为这是加拿大。而且我说真的，我刚才听那些学长讲完以后，我觉得现在当兵真的是完全不同，跟以前差，就是比较合理化的训练啊，不会像以前不合理要求的。现在需要折棉被，还是要折棉被，还是要把它折成四四方方。蚊帐超难折的，那个蚊帐有那种软的，我都折好一个放在下面。如果大家对这种一年义务役有兴趣的话，资讯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里面，大家就可以去认识了解一下，说不定你当了一年以后你就把钱拿去。慢慢，我们先请那个长官帮我们准备一间，我们先住进来。500公尺障碍，我们先在这边练一下，再找最强国军 PK。那我们应该就是最强国军。希望未来可以带给大家这个500公尺障碍赛 VS 最强国军。我自己是蛮期待有这个主题的。我也是觉得还不错。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建宇，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